我现在写了200，现在在写299册，299册。297呢，刚要出版，已经出版了，已经出版，现在等着那个那一天同步发行，就是收起笔记，收起笔记，讲的是分身，那讲的是法身。都有记录的，所以我讲天上图书馆，我都看过我自己写的书，我会写到几本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当然可以改写已定的记录，改变命运，因为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有立命之学，可以改变命运的，是可以改的。不能改变命运了，我们就会进入什么样的世界？如果命运不能改，命运如果不能改，那我们努力做什么？精进做什么？布施做什么？不过也有一句话啊，这个所谓武术。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。一命、二运、三风水。一命是定的，二运也是定的，三风水，风水就可以改变，风水也可以改变命运了。其实我们学佛也可以改变命运，所以我跟这位同门讲，你所说的应该是对，本来就对。师尊的记录有没有在里面？我到了天上的图书馆都看过我的记录，怎么会没有？生活的记录，生活中的记录有没有在里面？当然有在里面。可以改写一定的记录吧，没错。我把书名，他这个书名是这样子，我就把它改掉，改另外一个书名，就改变命运。是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